好，先跟大家报告一下最近的近况吧。嗯，最近就是在减肥。拍偶像剧、哦、是偶像剧，对，跟陈晓东有那个爱情急诊室。好，请大家期待，因为之前呢，这个《阿嬷的梦中情人》这部电影哦，欣雅的演技呢是备受称赞、嗯，真的是恭喜你哦，更上一层楼。现在还有上映？还有在上映吗？对，只是一天在、啊、走走走，现在就去看啊，走走，一天只有两场哦，好，那我回来了。现在应该每场那都是白天。哦，是有白天的、哦。好，大家把握机会，真的看过都说好，请大家支持一下我们台湾的电影，支持一下欣雅。哎、嗯，但是重点是，我们现在白叔。哎，这些眼镜跟您的关系是？这是我觉得很荣幸的，是可以跟镜子眼镜就是联名合作。是，那这些款式是我自己。就是参与设计的，哇，参与设计的镜子这个品牌的眼镜，对不对？哎、欸，在日本现在很红哎。对呀、啊，这个是很红的人气品牌。然后呢，你还自己当 model， 最重要的是有设计。那你的概念是什么？有什么系列吗？或者是？因为我喜欢缤纷的感觉、嗯，因为我想要修饰脸型，修饰脸型，眼睛要很强。所以我的配色都是比较多糖果色。了解。对。那我现在看到桌上呢，比如说有太阳眼镜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有那种无框的，或者是说是一般的平光眼镜。对对对。好，你觉得麻衣啊？请问一下大设计师，麻衣适合什么样的眼镜呢？麻衣呀、啊。嗨嗨嗨嗨。麻衣眼镜是可以就是修饰脸，就是脸、啊、修饰脸型。修饰脸的话，像是这个啊，就现在就是很流行，就是戴帽，就是豹纹，那个动物纹的。好看呢、欸。对，然后我喜欢镜框大一点，就是你素颜或者是你真的去配那个有度数的眼镜的话，戴起来都还蛮修饰脸。麻衣，你要不要试试看？哎、啊，好不好意思哦。哎，帮大家示范一下哈。很可爱、欸，怎么样？哎、欸，有一点点的掌声，很可爱呢，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对，有点呆，但是很可爱哈。哎、欸，很轻哎，其实，很萌，很轻，很轻、啊，很轻吗？就是戴起来很，就是不会不舒服，因为有时候啊，眼镜啊这边会痛嘛。对，常常眼镜很吃痛、啊。对对对，不好的眼镜哦，有些很便宜，但是其实一分钱一分货，对不 对, 对？你戴久了真的不舒服，甚至会咬你的皮肤。那这一款呢？这一款呢，因为我喜欢那个太阳眼镜是镜框大的，大的，所以镜框大的话，脸就看起来很小。对，你赶快戴起来让大家看看啊！我等一下脸会变小，你看是哦，好，先看现在的，先看现在的大脸。对 defense， 你有必要这么牺牲自己？哎呦，脸好小哦！不要撅嘴，瓜子脸。哦，我忽然间变瓜子脸了。然后我很喜欢，就是太阳眼镜镜片一定要很黑，因为你镜片很黑，像你去机场的时候，是戴镜片很黑的墨镜，你会觉得自己是巨星。哎呀，一戴上感觉好像有人会来接机。没错，马上变巨星，马上变成有粉丝来接机，对，马上变 super star 的感觉。而且其实还有好，哎，我觉得你的设计师很有品味。你看这颜色，哎，这个颜色好漂亮，这个好适合你。半透明的紫色配黄色，对啊，对不对？就是。彩色搭配看起来很缤纷、哦、或者是这个是红色配橘色，这个脚跟很适合哎、欸，对啊，你来戴啊，这我都很适合啊，这几只我都很适合，你拿走是不是？对啊，好 ，OK，、欸、买完了。这样好吗？好，我跟你讲，真的哈、哦，现在的重点是有钱还不一定买得到。听说五月四号是从内地先上市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安欣雅越来越有才华，掌声给欣雅加油，谢谢。谢谢。好，来来来，好，来自己搬回去，哎，麻烦一下，哎，对。哪有这样子啊？没有了，好了，工作人员来帮忙一下，谢谢欣雅，谢谢，也请大家支持近视的眼镜。